咱们没主意，让这个人强强强嘞。就你强的厉害，那一般情况下就是。啊？这咱啥都没写，难不成我是卧底？哎，我的咱是空白。看看。现在都请出来吧。请出来。谁是卧底游戏？今个我当裁判，从小丽这里开始描述。好嘞，裁判。 这上面啥也没有，我咋描述哎？这个东西啊，可以吃，可以跑。咱也说的有点能吃，还会跑，肯定是动物。啊，他身上长了呀，还有羽毛。呀，我得顺着王家说了，不然的话不就被他们发现我是卧底了吗？这个东西它两条腿。这个东西啊，可以整成好几道菜。十万锤。第一轮结束了，可以投票了。王一凡，我要是我本来的一万只，为啥得投我？第一轮。 腐败属鸡，你的想法跟人家不一样。我的想法也没有跟人家不一样。下一句从哪里开始？这次不能再蒙了，随便说吧。它是假亲，假亲，假恶随便蒙一个吧。这个东西它可以整着吃，炸着吃，炒着吃。你们这一说，好菜多了。东东家也有。这个东西我昨天才吃过的。啊？哪天吃的？啊？我最爱吃了。第二轮减负。 猜猜谁是卧底？哼，看人谁是卧。他，为啥都是我呀？看你，就是你。小丽，你忘了吗？昨天吃的面条。嗯，昨天我给你家吃的饭。做梦吃的不行吗？不行。第二轮解说，你出局了。第三轮，从喵喵这里开始。哎，他还会下蛋啊？蛋，鸡鸭鹅都有蛋啊。他蛋的蛋白质特别高。哎呀，啥蛋没有蛋白质？算了。 我来，这个东西啊会打面儿。第三局结束，只剩谁是卧底？哎，第三局结束，来来出局。过来吧，来来。我不走，你那是啥？俺那是鸭子，你那是鸡，对不对？这次俺获胜了。我的不是鸡，我的是空白。你那是空白，我的也是空白，那我的咱也是空白。啊，我的也是空白，富贵，你那是啥？ 我的也啥都没有，大人你咋出的题？这纸上我啥都没有写，那一个一个的想象力写丰富嘞。啊，妈，原来你是东安玩的呀！哈哈，这回被我套路了吧？我不服，我来当裁判。快来，来来来。